是啊，要不要跟我们大家讲两句话？大家好。哎，真的很创作，就两句。真正创作。就两三个字就结束。对啊，努力嘛，讲一下春风爱河边吼，收视大红安尼嘿，祝福咱春风爱河边是收视大。哎，帅酷，怎么样？创作型歌手都是这样，多的话都写在那个歌词里面了。对，那我的公仔啦。对，我们今天请他来，当然有特殊的含义。哦，是讲你来就好啊，啊，功能固的都被照顾袂使。无可能啦，因为你团体是创作型团体，我们今天要来 battle 一下。啊，你来做评审，不是你 battle 啦，不是你 battle 啦，你没玩到啦，做评审啦，你来做评审，你来夸耶。我们有邀请两组团体，一个是鲜肉组啦，一个是鲜花组。一个鲜肉，一个鲜花啦。好，来为我们春风爱河边 battle 一下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们是创作型歌手，你来帮我们评分啊！一定要选出一对厉害的，才能够跟你拍照哦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安尼啊，我先即马先拍照哦，来来来。你袂使，你袂使，要赢的那一组。喂，我赢的，赢的啦！耶耶，哇，那人你好赚到了，你们在干嘛？好啊，那我们就先请鲜肉组来。阿伯来啦，来表演评审哈，我给你评审，我们先评审坐一下哈。谢谢，孙老板。男生组哈，那这个也帮我们拿下去吧。那这个来来，要来 battle 一下我。哟，晚上八点，春风爱河边，空气净化。我刚下班哟，晚上写书信，晚上打开电视机，这里有剧情，我很帅气，春风爱河无极。要去哪里都往后买，提前上人车车，我上山下海，游轮还是理想大都难。八点档万岁，令人无罪，年轻鲜肉就是本钱。我唱歌刚要跳，他把音律就断了，掐不住啊！你所以你不在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春风大哥他不在评审范围内哈，尽量不要把他写进去。哦，刚光后面看都看。看大家笑到合不拢嘴，你看这些小鲜肉，我的天哪！哎，你们拍戏这么忙，还有时间练 rap， 真是不简单哎。对对，尤其咱亮哥就厉害。安诺，几个就又又的。啊，拿一刮手你是嘞。啊，有啊，真厉害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其他的演员也是非常的厉害。但是我跟你讲，等下来鲜花组哈。对啊。以后嘛，因查某囝，你甲听看卖挂家亲了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受不了了。好了，你们，哎，不太一样哦。水压车跑到这边来，你很没有礼貌哎，因为我怕他们的船不稳，我一定要在上面让他们的船稳一点。来来来来，那么准哦，来来来来，我们春风大哥，春风大哥，哎，还有我们的男演员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我们的鲜肉组，来来，我们要请这个，对，都很棒，只是我们鲜肉组啊，阵容大一点而已啦。真的，哎，好，春风大哥，你要不要来评一下，到底是男生厉害还是女生厉害？其实两边啊。我唱到比阮痛，你喂，你家在跳街好客气啊！哎，那说的真的啦。喂，所以你还是得选一个啊。不是说因为男生很猛，可是女生又有带舞蹈，对不对？对，带舞蹈应该是比较加分的。哦，所以国象之一是女生女子组团。
蛮体面的吗？等一下，我先问清楚一下，你不要在那边拉，你是不是知道说，你是不是知道说赢的人要跳水，所以你特别选女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跳水这回事，好吗？赢的是跟春风大哥拍照，好吗？哦，原来你是这样的态度啊！对他当然要跟女生拍照，他跟男生拍照，也对了。好，所以你来宣布一下得奖的是女生那一位。好的，那我们女生就要跟我们春风大哥拍照啦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让，好，让，没有啦，一起来，只是那春风大哥在中间，好不好哈？哎，不然这样子好，我们一起也要去吗？其他的演员上来就哦，一起吗？对呀、啊，好哦，对呀、啊。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演员，还当然要邀请我们的哦，对，最重要，我们的大家长，家长。子俊，你不要吗？不要吗？不然这样子好了，他不用上来好了，我们大家下去了。喂，没礼貌。好了，我们就先这样团体照，请媒体记者朋友帮我们拍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需要往下站吗？插缝来了，一定要。来，新会呢？我们的新会嘞？来，哎，后边不是还有三个爸爸在后边吗？麦收一下是吗？好，来，麦收一下。来，新会，来，新会，拍照。还有我们。